这种重症胰腺炎再次复发的情况，会要及时的就医。如果血脂达到异常升高的一个水平的话，如果常规的药物呢不能很快的控制的时候，我们可以采用血液净化的方式，使患者的血液的指标得到明显改善的同时呢，使患者的病情进一步在短时间之内可以改善。